你醒了？你谁啊？川儿，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啊？这是青龙寨啊，我是寨主南霸天的义子，也是这儿的三当家，更是你未来的相公。青龙寨？啊，我相公？啊？怎么会？难道我刚才？我躲在这里，能拖一刻是一刻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你未过门的相公呀。我相公？他不是瞎了吗？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叫人了。来人呐、啊！这个匪人，误把我当成客栈里那个姑娘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告诉他抓错人了，我是郡主。哎呀，不行！可能会把我杀了，有可能对我图谋不轨啊。嘿，想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琢磨想逃，你爹呢已经把你押给我了，欠债还人，天经地义。不过你放心，跟着宝爷我呀，保证比你胸口碎大石好一万倍。对，宝爷啊，那你知道我叫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是小丸子吗？难道是我武功太高，把你打傻了？哎呦，小丸子！哎，折腾一天应该饿了吧？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，全是我爱吃的。哎，我，你干嘛呢？愣着干嘛？这菜都要凉了。哎呀，愣着干嘛？那你自己过来吧。嗯，哎呀，哇塞！你说全是好吃的，来来来，给你吃。你说你在山下卖艺的时候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吧？你瞅你瘦的呀，都饿成什么样了？你放心，你跟着我，绝对不会让你饿的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你哭什么呀？这个不合你胃口啊！快吃个，来吃个鸡。啊，行行，你别哭了。那这样，除了我不送你回家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你能答应我，你别碰我，行吗？永远都不碰你，怎么可能啊？那我娶你回来干嘛？我义父说了，娶你回来呢，是要给我留后的。宝爷，老大说让你带新娘子去见他。嗯，行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好嘞。